欢迎居銮亲子班来访，阿斯里村的小朋友就像迎接贵客一般，特地下山来引路。52 keluarga, kita ada jumlah penduduk lebih kurang 204 lah. Penduduk dalam kampung ni, banyakkan semua masyarakat budak-budak orang asli sini ada yang tak bersekolah lah. 孩子们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年龄相仿，很快就打成一片。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不知不觉就到达了山上。志工设计了互动游戏，让孩子们玩在一起。我姑场旁边的阿斯利村的小朋友也天真无邪，他们也很快乐，所以我也想把我们的快乐、他们的快乐与我们的小朋友一起分享，所以我这次就要我们慈济的小朋友一起来。这趟出游对平常总是面对高楼大厦的亲子班孩子来说是极为难得的经验，大家不仅玩游戏，还亲自准备了小礼物。小朋友们好像平时好像都没有鞋子穿，然后我们就想说，哎，我们去环保站找了他们鞋子给他们，然后送给他们。这里的小孩子没有钱，所以没有读书，我觉得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我们，努力读书。生产成本是比较高。有人文的体验，也有接触大自然的机会。亲子们在养菇场认识桌上食物的得来不易，也要把这份惜福的心带回平常生活中落实。台新闻刘宝玲、黄丽丽、钟建明，马来西亚报道。